以稍微转动一下，就是不同的位置角度拍一下，那画面有个参考性嘛，而且要不要忘记30秒？哎呀，好，咻，咻，咻咻咻，最起码有一种进步了，就是不会，哎，那就晃乱。我觉得我们大家经验拿到了，有什么状况？处兵不惊的呀。很多没有打斗经验的话，哎呀，60秒，就好像1分钟。哎，温室长大，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的植物，哇，这个气候变化都不是。然后你一直打的话，已经很好了，可是少了什么？还是懂的，对呀、啊，我不是说你现在不对的哈，就是哎，我想看一下，我说有没有揣摩一些这个转动啊，哇，这个才1分30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练习就是各种策略都出来了。2分钟，好，可以弹走了。